这个是 take 过来没 take 过？这个好像没 take 过，这个好像没有。我有点怪怪的。那边吗？这个配好了，嗯。给太子先开个进攻，我看看。开两个。开两个。对，然后也是进攻，也是大家互相自己进下。开始进。对，进攻完之后再进。因为今天比较多。代替自己的工作，休息节。进攻，这张是进攻的，这个是进攻的，进攻的，我有一张进攻，看一下，为什么？你不是才刚解完？啊，我叫进一下嘛。对吗？这个逻辑不对，没有说错。再三百。叶志祥说要跟你太子求一张进展的，进展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今天也去进，所以想说我是要进。那你自己等一下自己知道哈。自己配啊，太子，这太看得起我了。这个是晋升的嘛？一个莲花，这个是宫，我知道。这是进宫的啊，这是晋升的。我现在叫徐，那个给徐艺晨的一张符，他都不知道弄来没。没有，那个样做成。我看他好像玩两个礼拜就不玩。对，你想的。对，我知道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自己退的哦。退下退，然后那个。自己处理。太子帮我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？你说现在吗？我等下立马退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等一下马上弄完，知道？觉得他们检查都觉得不行的话，你就点最前面的那个静香炉。好，那个符你就用那个符你就压在那个静香炉底下，刚好在我前面。好。好，你又放个差不多一刻钟至半小时，再看看。好，感谢太君。那我就不用出手。你怎么不吃不？是。我现在说，我等下回去我会那个。哦。不是什么？他只会帮忙就对了。对啊，那你以后你们开服全部都放在底下怎么办？我是想到这个。以后那边挤一堆服。我要跟进攻的是谁？有啊。进攻的。当然有啊，你的。我想说那时候他的都没有盖啊。一样盖我的。进展的。我好。晋升的。还好没晋升的，拿错，算晋升的，差点拿到叶翔的。你退了吗？你还没退吧？我没有，这是晋升的，就是要喷到水那边，沾到水里面。用两滴喷的，要晋升的，退完了，退完了。你那一颗球还在，从下午到现在。人家不能在、啊。我没说不能在，奇怪的嘞。欸我就不想帮你怎么样。你要退了？下去啊，来啊！还要加那么多？我现在用，我在处理了。把夹子支架来垫。垫，它的休息室。垫休息室。对，把它那个室内空间的休息室也把它进一进。你看我被处理过了吗？处理不到。你这个就是那个。
怨气，就要让你自己的，你身上一些长期累积的邪恶在一起卡在这里。难怪他们没那么好处理，没那么好处理。嗯，那他平常讲话又不收口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讲。那当然，不收口的状态下，又加上那个，因为这一块整个都是黑的。有没有看到，直接有一张小孩子的脸浮现在这里？这里好像我看有一次明星照在一个小脸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朋友的脸在这里、嗯、好明显，有点小明显，太子你不要吓他了，快受不了，他快哭了。做检查，就是那个气卡在那里，你是不是在敷衍？没有啊，那个形啊，他的怨气缠是变成他的形，那你这块整个就是黑的。了不起二，也什么叫了不起二？也很了不起啊。啊有吗？我说了不起二，了不起。我手指头完全不会没感觉。好的呢，我就说。对啊。可以啊，无忧无丧，无云问心亦有福。我打开。啊啊！应何问一宿？跟我讲一下，进房怎么进身？啊！不见谁宿行。谁？强行呢？这个可以讲了吗？我跟大师讲过了。群批阅。把前面的三天的那个中杯茶给我。前面的课程的还是课程的？课程。然后帮我加一点那个香灰。不是。净瓶水。净瓶水。那要个纸杯。然后倒温水。好，行。皮肤灵好，一壶壶。该收的先收一收，能收的先收一收。用不到太子他什么功能？应该用不到再生服了吗？先含着。含着再生下去。Hello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没事。还卡卡的。之前没有零分啊。你不要因为被叫破这个任务，这气出在我身上，我跟你讲。你刚刚是，你现在会有点痛。这个，对吧？多，等一下你喝就白了。你等一下。哦，这个我。会有点想吃，好吧？再口水也把它吸进去。
掉了。好、哦，谢谢。没，但他们也不能，没办法处理。宝、哦，那这是王爷。看，你要骗人？多急！看不起我两分吗？我拿回去了。果断放弃。你这没有新的人，致谢。致谢什么？答谢。谢谢，这次我中奖的运气很棒，然后你今天要看，就说没有这么严重，是他想的太严重了。他今天上一课真的有打，有拍出来，那不能拍，但是真的很。比给太子看，回来。差不多。真的可以那么大的穿在里面？我那时候看到，我那时候看到这衣服，他那个真的很大，然后医生把它签在打下来，里面全部都是肿。请帅 ，OK， 来，反正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坨黑黑的在那里，真的，看都是真的好大，鸡蛋的感觉，像鸡蛋。然后我这太邪性了，我怎么信了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把大家接了。大家谢谢啦。你把鞭子交出来。这个你要那个。谢谢大家。有之前帝君有讲。有讲。有他有写，就是说考试要我批。因为我刚跟他们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上面说的。知道，因为上次帝君来有写，好，那你说考试要，对，先签出吧。所以我知道。全共认了就都有写，对，学到就好。啊，多写的没有关系，但少写的就细节就不可以那个。因为我只跟他们讲说写条例式的就好了，那很细的细项就不用了。好，所以你再看一下，我刚开始没看到，我在旁边感觉了一下，应该是不是很好，就是那个状况，我是没看，但是稍微好嘞，不可好呗，得了。Hello， 外面吧。现在一点多了，等一下大家开会开完，等会去休息吧。嗯，太子辛苦了。大家就辛苦了哈，但记得等一下进宫完才可以晋升。收到。晋升到外面去进。从外面去进。好，收到。进的第一个人，记得跟五营将兵奉禀一下。说你现在大家要晋升，那请五营将兵把这些身上无形的不好的晦气、邪气、煞气，统统给带出、卸除到宫以外。OK， 好，这听到了哈。有。那就看是谁负责这一块。反正讲完之后就可以进了。好。好。四行一啊，魂体五虎一啊，四行一火，魂体一啊，哈嘻嘻，魂杀杀一火，狼虎一哈问题，所以杀赢火呀，干他呀！恭送太子。张飞他今天一定很不舒服，太子在的时候，他那个他今天应该很脏。那个刚才太子讲的最后那一段，把它变成官规，就是要跟五营将兵禀怎么禀。好，各位，你们正主播就好了，其他都出来吧。谢谢。有点不清楚，有录影。喂，我知道。卸除人身上的无形战争晦气，然后让他们请五营将兵，对，把他带去宫外。该打。
哎、欸，你的。哎呦，好湿哦。他一定很不舒服，他肩膀应该有问题。他可以帮他弄过，他不知道你。你觉得你想帮我充款对吧？啊？晕了。晕。那个公关衣是谁放上来的？干嘛？我刚才谁说公关？我忘了，走了，位置不对。好，很好啦。因为我已经看到第二次了。小英哪里不对？你知不知道？你摆过，那、啊、你每天参拜的没注意到吗？我摆过啊，但是我都不会去注意。移过去嘛，每天拜拜的都没有在看。移过去。Yes. 哦、yes. oh, ，yes， 原来是这样。十二。这都可以，你把你的财产带走。这两个印着的前后哦，我知道。封印地狱的花，但是从前面到后面是一二三楼。去哪？你要看什么？对啊，这边封印地狱。你数我，我数我。Yes。这次打翻什么东西？水啊！今天没吃饭的，等一下请都把那锅吃。吃了。吃了再帮忙。新增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。